支气管哮喘和心源性哮喘如何来鉴别？这也是临床大夫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。支气管哮喘的诊断主要是根据有反复发作的支气管哮喘的一个病史，发作的时候带有哮鸣音的呼吸性的呼吸困难。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自行缓解，就是你不用药物它也能缓解，或者用支气管解净剂以后迅速的能够得到缓解。而心源性哮喘主要是鉴于左心心力衰竭，发作的症状和支气管哮喘非常相似，但心源性哮喘它往往有高血压、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、风湿性心脏病、包括心肌疾病等一些病史和体征。而心源性哮喘常常有阵发性的咳嗽，典型的特点咳出粉红色泡沫样痰，这时候听诊的时候呢，肺部往往听到广泛的水泡音，也有的一些患者能听到哮鸣音，心脏是增大的，心率是快的， X 线检查可以见到心脏增大，还有肺盂一些的一些征象。